个音阶它在形塑一个 C minor 啦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C minor 的 bebop 的音阶，这样听懂我意思吗？它有时候是形minor 有时候形塑 C minor， 有时候形塑 C minor 7都可以。好，你不用特别一定要哪一个，这两个都是对的。但是 major 的话，就是 major 7就是一定是形塑 C minor 6，因为它根本不可能形塑一个 major。19页上面讲的就是，当你没有归位的时候，记得有三种最常见的做法可以让你马上归位。第一个，好，我们看到就是省略 bebop 音阶的半音，就是 bebop 音阶之所以它会归位，是因为它音阶有八个音。可是如果你让它弹成七个音的音阶，你本来不归位，你弹一弹又会归位了，就负负得正，听懂我意思吗？好，所以呢，它是从拉开始。好，所以呢，哒嘟哒嘟拉嗦发，你听啊，会觉得这不太舒服。可是如果这就比较舒服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是不归位的嘛。但是不归位以后，他继续弹 C7， 他继续弹 Mi Sol 点，归位了，因为他没有那一组半音嘛，所以他原本应该是看那个拍子的，原本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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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了解吗？就是我做的就是 Bruce for Alice 的律动，我把这个拍子已经给你了，可以吗？然后呢，仔细看我的第二小节和第三小节和第四小节，我的开头是三开头 ，A7 的三，七